个世界老夫贴贴，巴啦啦巴巴。我个把头公讲爱错上，街头公我个发，陆地做半夜准做小花，走吧就走吧。说到才艺发表会跟媒体的配合，我已经初步跟几家杂志联络了，所以现在目前确定要来采访的有天下亲子、教育前线跟 RM Music。 那至于网络呢，已经新闻媒体呢，他们已经有兴趣，那等我寄出企划书呢，他们就确定来。我们补习班呢、啊、决定要去马来西亚开分校了、啊、真的被采访的话还真的会很紧张。哎，那这样子我们活动是不是要做更体面一点才对、啊、不是办你的事情，我肯定能忙完。我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准备的。我们现在的场地不会很大，这样你不去跟你的事情，小怪小怪你会带你我可以提供给你们台北的场地呢，我有接洽的经验。哎呦，事情都让你包了，小怪我只要搞出来，你不搞还好，你自己气对不对？欣喜，勋奇，勋奇，哦，对啊，我也觉得这样很好。那我们就先照维尼的计划吧，然后我们再分工，看看怎么做。那今天的讨论就先到这里。那大家记得下次开会的时候，统计表演的名字跟项目给我。还有记得帮我回收报表格哦，小事没问题。谢谢大家辛苦了。好。维尼，辛苦了。要种西法通，我嘛改啦。有嘛改问题黑么？哦，没啦没啦。老法通无关系啦，像迄我家的事情，本来拢烦。哦，小凯的事情，维尼，你做在唐奶讲无？唔讲啊。真想我去东南亚开补习班，其实我老小凯带去。Long stay。六礼拜。刚好放嘛假啊。六礼拜耶。小凯做唔得李坤凯身边六礼拜啊，一年就做唔得。真雄，你用做得老几创造？维尼，很唔分用的说啊。外国坚持对生源好诶。哎，收起 video 几好，怎唔分几起啊？敢唔爱坚持啊？嘿好，唔系安尼想哦。哎，手弟，哎手弟，哎冇唔错啦。维尼，安子说，哎听说会坚持诶。唔是哈气，拜拜，拜拜。
张宇爸爸，提要你共闪灵网站，我们也在等他呢。你就是小凯，终于看到你本人了。请问你是谁啊？我是你爸爸未来工作伙伴，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认识你。啊，我看就请吕老师不必赶着回来，我改天再找他聊好了。好，那我再跟吕老师说一声， okay. 不好意思。OK， 这也没什么，我就当作偷闲一下。更何况这边一个小美女在等她爸爸一起回家，我也不好意思让她顺序排在我后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再见喽，小凯，很期待跟你一起马来西亚。慢走。唔得，即系我爱人咯，不分肤色。莫喺我摆面。嘴巴长在我脸上，我要怎么说你管不着。你的资料我都有了，但是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送去申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爱莫爱上本伊。我爸爸要我去，我就会去，这不是你能决定的事情。爱丁，爱丁。爱情面向许杯本去，因为就算你去，没有办法改变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哪个事情？要一个长期的企业拓展计划，爱老娘爸过去，可能去行业总会转。爱想，爱就应该为你改变，重组家庭。你骗人！我爸爸他才不喜欢你嘞。现在你会讲，伊个就爹。到时候你不要在那边，哭着找爸爸。你不怕我跟我妈妈讲，叫他把你赶走吗？伊啊，伊啊，你才不敢把这么震撼的消息跟你妈妈说呢，到时候害她，哦，恐慌症又发作了怎么办？小凯，救我，救我，小凯。而且不是只有你能告密，我也有哦。小凯，我终于等到你了。他说的没错，你妈妈今天不会陪你来补习班。你烦不烦啊？不叫你不要再来烦我了。不是，我只是想……谁管你想什么？走开了。小哪会吹走呢？用那攻读生，打死打死打死！来来来来来来来！姐夫牌哈毒哥哥啊，冷气海。是啊是啊是啊，阿龙进来啊。七家子都安讲啊，有法度啊。要不要你对我啊？嘿，我好心泡一杯可可啊，本身呢。你们本来查《红楼梦》啊，哪会查到的？你们本来查。真主任的问题，我去问局长啊。问伊，问伊有好哟，叫做露点洞，有好通来讲，你唔本来出去。呀，就唔免来讲的啦。俺都认无来吹风哈，因太敢免无人提供照片啦，阿娘。嘿嘿嘿嘿嘿嘿，俺去查案呢，没料呢。俺都紧做嘛。生意我比起无啦，出去 now。
哎，相约四番，行情暗后。当然要赢赢啊！马哥，我知道我哥福建诶，智商啊真劲友好诶。阿弟哥，今日为你钢琴变好诶。嗯。哦。哎，娘诶，心肝跳酸酸啊。无啊，下托伊为你分析呢。哦，安尼啊。真劲诶啦。你哦，系啊，我知道我啲哪款歌啊？啲哪款歌啊？还有啲啥人啊？系双叶咩？啊！奥斯卡，你发？发？奥斯卡发个一个西瓜诶！我会发哪个西瓜啊？以前老爱讲过，写你的 F 图重复出现的图，可能有某个特殊的意思。不过，俺就一直没了解。奥斯卡，莫桑，奥斯卡做出的很。Oscar， 一两卡好，还是一两卡好啊？祝贺，俺呢抽奖哈买。我买嘛该纪念日礼物给 Daddy 啊。亚球，娘要我们 Daddy 好大亚球啊！那真的要好好想一下。我在下面看看。夫子啊，阿爸，阿爸，阿爸！我娘呀！你从来不去听风做物件啊？无啊，喊公母，陈师傅讲是可能的，做物件骗子，可以偷人拿锁匙啊？原本伊听我讲，伊用讲，反应上唔惊听，老有关系无啊？夫子，我老太家保证，我老会绝对唔会做亚种事情。老没讲，啊？讲法？夫子，我都讲唔得啦！我哋条羹肉包已经真系讲起，我老阿爸可问天天，其他我做唔得讲。你讲夫子两百个事啊？我都做唔得讲啊！你不用急，你去点好，
去挑钱，阿老去种门。阿都无挑钱，阿老，阿讲无挑做无挑，给钱不能做阿爸的。你本去先弄下啊！要不然就是亚种事情啊！阿要爱你面对条刚用啊！这唔离做好个啊！挑吧，阿顶只功夫卡，没安用啊！干嘛个？挑只讲钱啊！唔要挑，也系任务，系爱老阿爸个秘密任务啦。老董，狗毛爱抢爱复制两一三，我老董老丁，我叫唔爱老去强用，你个倒霉，牛头牛片，老夫子有冇计冇强用啊？强用的啦，强用系老诶，强用做你一生伊冇下，我不准你再讲假个废话，你快做一个讲法，你要抢伊强用，做事怎么一生伊三思嘿？开眼也生伊冇人爱啦。我亲老恩啊！来来来来，没事没事。对啦，可以的话，你今天就来代班。我那个新来的员工，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回来。梁先生，小姐你好，请问有定位吗？梁先生七点。好的，帮我两位带楼上包厢。两位请跟我来哦。老板，什么意思？你刚刚说店里又缺人了。是啊，有人请假啊。哦。就是你介绍的那个立伟，他怎么了？又生病了吗？不是，是他儿子不见了。儿子不见了？对呀、啊。电梯来，我先下楼去了。发生什么事情啊？夫子，夫子不敢待嘞，跟你从明已经没做不开。你又不敢待？我大哥，还没条事，你干啥？要给你做事情，要给你做啥？唐海公，你先冷静。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总共，你先冷静。来拨天晴。杨先生。拜托，拜托你，拜托你坦率，你把楼给请进来，拜托，拜托。不会啦，机会转来，缘分都已尽，保持联络。好，安子生，安子生。用的做你等一下吗？送高一等然后一千人七万人总得是报张希的那夫子金金的夫子送不到爱用一千吗？金金的金金的金金的
你还跟郭立文？就算他很急，就算我们认识，也不用你去找吧。那小孩子现在有安全上面的问题，我们不能置身事外啊。你把我们两个晾在这里，就是要负责任吗？你自己看着办吧。小凯这次可以去真的是太好了，本来听说他的护照补办会来不及，觉得有点担心，替这个答应活动觉得可惜了。大家都很期待小凯去，我怎么会让你们失望？梁医生，关于合约哈，我都确认过了、我想我们可以签了。哦，这么快、我这个人啊，很喜欢按部就班的，这个什么时候应该走到什么样的步骤我都会照做的啊。不愧是李老师，我上了一课，那我们就签吧。李真勇，你凭什么把小凯带出来？这位是我太太心情。妈妈，人牵着我啦。你点点，等下顶问你吧。Pinky， 这位是我们补习班新的投资人梁先生。我管他是谁啊。俺们无俺的同意，你凭嘛敢让俺们也带出来？你看，梁先生，刚刚不需要再开瓶红酒吗？不然我们现在去挑。好啊，当然好啊。迟到四十分钟，你好好跟我道歉，我勉强可以原谅你。俺没来吃饭呢。你过过一拜。俺听说会不送，我给你捏。你做这气什么？还要扯老外跟我亲？你抢黑党党来，老外公要看死。还抢你当当来，抢唔两个？有嘛干冇强用啊？你就是要走嘛？你坐下，点餐，然后我们好好把这餐吃完，我可以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是你，我操，老姨，不做你对眼。而且，真年轻是你。他们母子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你要这样帮他们啊？你钱赚。小凯出来私家传饭，你妈个意思啊？还有嘛意思呢？跟这老头子个头家，参详讲小凯会代言个事情没？俺有同意吗？你用是同意，小凯护照我全就补判了。你要去唐姆斯你发，还是老俺去发准同意啊？很病来个啦！你真挺爱你黑猫。好，噶你就唔是想搁见到阿妹？小凯，大喜。妈妈，唔好按人啦。妈妈，等我一下啦，一下出好。舍利，爸爸。你已经问题啦，你阿妹已经唔错。
来，先等你们转移，好。嗯。有看是俺们的英国的老爸爸讲吗？妈的事情。松爸，你不在办公室 ，Coco 跟那个叔叔 看起来怪怪的。伊咧用啥？用个怪怪？俺唔知，俺们晓讲 ，Coco 也叫不能说。都带妈的事情哦。他为了。逼我不准讲，还打我抓我。但那样，好了，阿爸爹，跟沈老娘妹做一。拜拜。好，记得过夜啊。你名书记的大本复制，款起飞叫吗？娘哎，传讯是本机，唔用啥，唔会歪伫游戏度打最久。喂，请动忙。阿妹，唔是丢紧，阿爷他请奥斯卡天数。阿尾唱起，当然去记着迄个，也许上岸迄个地方，详细情况啊。慢点的叮咛，唔好去啦。唐爱讲，唔手提手机，阿去其他地方请。冷清 ，Levin， 冷清，唔是紧张。Levin， 唐爱讲 ，Levin。Levin。相信我，因为情到期，爱保证，唔是强，唔免上你。杨思亮，不准去，唔准来。因为情到期，爱保证。好，保持联络，有事情打本来。奥斯卡，爹哋老李问，唔咩？黑夫这个阿妹，一下以前的同事，上好会见到面，真个上好，一下枪黑底以前，一下自助餐店，刚好，刚好，奥斯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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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莫走诶！奥斯卡，莫按呢？唐爱公，母飞耶，母飞耶！奥斯卡，行动啊！就行动嘛，让俺们给管的呀。
又去找人了。那你有提醒他，去当线人的同时，不要忘了家里还有个老婆，再等他给个交代。忘了，你不能讲话嘛，要怎么提醒他？糟糕了，你们父子都一样，看到我丢脸，你们很高兴是不是？什么丽文，什么父子，什么薛姐，什么小凯，一个都不认识。现在全部跟我们都有关系，都是你们要整我的吧？他们的事情比我还重要，为什么？你以为你不说话就很可怜、很无辜吗？你可以说话，你在演戏吗？你假装看什么智商啊？啊！你开口说话，都是因为你把我害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因为你的绑架案，我要辞职，我要去跟薛琴下搅和，我要被丽文搞这么的丢脸，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的错，为什么会有你？为什么会有你？我为什么要生下你啊？喂，你收信吗？妈，没毛。陈明章，下下来你家去家请就好，唔同你做事，你是要下困。安尼啦，迄讲安比亚还无请到，就报警。唔是惊警消，也唔是惊麻烦警察，请到生人呢较要紧。保持联络。来。自由的路口，别的什么 ？Say love again。怎么给啊？落彩吹中吉色，也下点奶呀。你喊做的点奶，出来红听听。买几张？两个呀，翻翻哟。买几张哦？隔壁超市没有卖咩？我试试才出去下。因为请哥哥生你哈。嘘嘘嘘，弟兄好，我本扣中底啊。干你几时来转啊？下连姓名姓下考，老去讲下就算了。该呢，我娘的人啊，再读起了呀。诶，好，做得，再必须。谢夫，做事咯，等一下哈。嗯。
等等等等，来啊吼！喂，哎呀，这位哪人？哎，帮个忙嘛！李先生，杨医师好。等下就要手术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有，这有问题。杨医师，手术房迭代，我们晚半个小时进去。好，知道，谢谢。杨医师，帮我。这是什么？我的城堡啊。城堡？我晚上约了跟盟友要攻城的，但我不知道手术做完我几点才会睡习惯。我原本想请你们帮忙，但护士小姐都不会啊。杨医师，你帮帮我啦。可是我也不会啊。没关系，这个很简单，我教你。他只要输入城堡的坐标，再集结出兵就可以了。这个对。然后你输入204516。对对对，有没有看到？就是那个城堡。统统安静。请号20255-3400奖状联络部。晚上啊，你就帮我攻打他就可以。哎，晚上8点记得出兵啊。怎么有补习班就好了。姐夫，哦，爸爸，哦，姐夫，姐夫，喂，吹脏亚的奶啦，有娘的啊，夜班没熬的钱不是曲脏，哎，我真跟冬天不行呢，太热啦，好啦好啦，改啦改啦，喊起哦，西堡乖乖等，曲脏讲。黑工唔毛，天天就多赚个。韩国记者的情节写你了，其实我本变太水肿，变做微神故障。偏手不手都冲冲冲！你老给咱露点龙宫哦，收秋收，互怕互，啊？哎！你爹要做嘛个？啊？你伫李正雄的补习班做嘛个？无，无，
哎，才去被总理耶，很恐怖。你还没老你咋好了？很娘的。阿老给看我死黑毛。啊，讲啊，黑毛。那边到李凯进。那李凯进都在马给管黑啊。啊。啊，唔讲。阿个老人走起来黑毛。关起来了吗？讲啊！哦，唔讲 ，OK。俺要去做梦，时间轻多。俺都去，先吃饭，嗯，天天的来，天天的讲，哦。你怎么还没睡觉？爸爸，洗下酒，等下就休息了。嗯，中午得退药哦。太低了。他为了逼我不准讲。还打我抓我，他是我同学，才不只是同学呢，是差点变成男朋友的好朋友。你到底爱乜嘅啊？一下浪牙哥，我想攀发天数。浪牙哥，找到我谁就第一名，系乜嘅意思？俺弟啦，你竟然冇死噶！主公，哎，那是不是你妈妈？你妈跟不认识的男人抱抱，哎，哇塞！
世界大八卦哎！闭嘴！我的妈妈不爱我，你们也承认吧？你们的妈妈也不爱你们。